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之前呢，我们聊过以太坊是一台世界计算机。有些朋友呢在评论区里边问 Solana 的性能不是更好吗？以太坊会不会被 Solana 所超越？今天呢，我们就换一个角度和你聊一聊，这并不是一场谁更强的比赛，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操作系统之争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有个人问你安卓好还是 iOS 好，也有人可能会问你奔驰快还是宝马快，其实都不是绝对的答案。区块链的版本是以太坊，它就像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， Solana 呢则像一个高效的精英制度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回答三个问题。以太坊为什么始终把安全和去中心化放在第一位，即使因此显得慢一些？ Solana 呢又为什么敢于压住速度还有效率，哪怕承担更大的风险？这场较量的真正的胜负点到底在哪里？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我们把视角拉远，你会发现 ETH 和 SOL 的竞争也许只是表象，真正的未来之战很可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之争。在聊性能之前呢，我们先弄清楚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，以太坊和 Solana 到底在比什么？你可以想象两个国家，以太坊国有超过100万个验证者，分布在全球成千上万个节点上，每一个验证者都能参与投票，重大的决定必须经过大多数人的同意，整个过程会比较慢一些，但结果几乎不可能被操纵，它更像瑞士的全民公投。 Solana 国只有大约两三千个验证者来投票，他们更像少数的精英代表，可以非常快速的达成共识，效率极高，但前提是你必须要相信这些精英他不会作恶，这更像新加坡的高效的政府模式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以太坊每秒只能处理大约15笔交易，因为它需要等到上百万个人点头。 Solana 呢每秒能处理几千个甚至更多，因为只要少数的精英确认。那问题是哪一种制度更好？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，民主的制度慢但抗打击性强，精英制度快但容易出现单点的故障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拆解这两种制度的优劣。先来看看最直观的数据，以太坊的主网，注意这里所说的是 Layer 1， 不包括 Layer 2， 它每秒只能处理大约15笔的交易，确认时间呢是1到5分钟，就像一条双车道的国道，稳但经常堵车。 Solana 呢理论上每秒能处理上万笔的交易，实际的运行当中常常维持在几千笔，确认时间只有400毫秒，就像一条12车道的高速公路，飞快。那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呢？以太坊的逻辑像联合国的大会，全球100多个国家都有发言权，重大的决议必须要等到大多数的国家点头才能够生效。好处是公正透明，没人能够作弊，即使有一半的国家缺席，大会依然能正常运行，但过程一定会非常慢。 Solana 的逻辑呢，就像一个公司的内部在做决定，只有董事会十几个人投票， CEO 统计完以后立刻执行，效率超高，但风险也很明显，如果董事会出了问题，公司就瘫痪，普通员工呢根本就没有发言权，决策的质量全看精层。所以总结一句话，以太坊慢但它更民主，Solana 快但它更集中。问题是当我们要管理数千亿美元的资产的时候，你会选择哪种方式？光有理论的数据还不够，真正的考验是在现实当中它能不能一直稳定的运行。先看看以太坊的成绩单，运行超过10年从未停机，2017年的 ICO 热潮到2021年的 DeFi 狂潮，虽然网络经常拥堵但从来没有宕过机，它就像一部老式的诺基亚手机，不花哨但永远能开机。再看看 Solana 呢，2021年以来多次出现全网的停摆，最长的一次宕机17个小时，用户无法交易， DApp 彻底全部瘫痪。它更像是一辆 F1 的赛车，平时的速度呢快得惊人，但也经常因为系统过载被迫推进维修站。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呢？以太坊的韧性来自上百万个分布在全球的验证者，即使大部分掉线，剩下的网络依然能够维持运转，就像一架有100个引擎的飞机，哪怕坏掉了一半依然能够飞行。
而索罗纳的验证者的数量只有几千个。一旦网络负载过高，就容易出现雪崩的效应。就像一架只有两个引擎的超音速战机，飞得快，但风险集中。问题是，你愿意用一台可能随时能蓝屏的超级电脑，还是一台速度一般但永远稳定的工作站？这也是为什么尽管索罗纳的性能更强，大多数的严肃资金 Serious Money 还是选择以太坊。机构的逻辑很简单，我可以接受慢，但绝对不能接受丢钱。当然，索罗纳团队也一直在努力改进，过去的一年当中，他们的稳定性已经显著的提升，正在逐步的解决这个致命的痛点。性能和稳定性其实只是基础，真正的战场在生态。打一个比方，以太坊就像安卓的系统，开放性强，任何人都能开发应用，兼容性最好，所有的 DeFi 的企业都优先支持，开发者最多，全球 70% 的区块链开发者都在这里，应用也最丰富， DeFi、DAO、NFT 都起源于此。数据上看呢，超过上万个 DApp、TVL 长期占据所有公链的 60% 以上，每天处理数百亿美元的交易。索罗纳呢，则更像苹果的 iOS 系统，用户体验更好，速度快，手续费低，界面呢也更精美，操作流畅，设计非常简洁，特定的领域更强，比如说游戏、NFT、命币，年轻的用户非常喜欢的，社区活跃，创新呢也非常频繁。索罗纳的具体表现是 NFT 的交易量一度超过以太坊，游戏类 DApp 的体验明显更好，命币的文化盛行。这里的关键差异在于开发者的选择逻辑。当你做大型的 DeFi 的协议，首选以太坊，安全第一；做消费级的应用，优先索罗纳，体验第一；搭建基础的设施，必选以太坊，生态效应最强。就像电脑的世界，企业级的软件优选 Linux、Windows， 创意的应用优选 Mac， 但总体的市场份额还是 Windows 占了主导。所以结论是，以太坊是开发者的首选， Solana 是用户体验的首选。不过在区块链的世界里面，往往是开发者的生态决定长期的胜负。最后一个维度也是最重要的，经济安全。在区块链的世界里边，安全等于攻击成本，攻击一条链越贵，资金就越安全。以太坊呢，就像一个国家级的银行金库，目前呢有超过600亿美元的 ETH 被质押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想要攻击它，黑客必须控制其中的绝大部分，代价可能高达数百亿的美元。就像你想撬开瑞士地下金库，不仅需要有最先进的设备，还要承受难以负担的成本。索罗纳呢，更像一个地方银行的保险箱，质押的资金规模要小得多，防御成本也相对比较低，理论上同样安全，但门槛要比以太坊低好几个数量级。就像地方银行的金库同样结实，但毕竟更容易成为攻击目标。这个就是为什么华尔街的这些巨头，比如说贝莱德、富达，已经推出以太坊的现货 ETF。 DeFi 的蓝筹协议，比如说 Uniswap、 Ivy， 核心部署依然在以太坊上。各国央行在研究 CBDC 的时候，也常常以以太坊的技术框架作为原型参考。 Again，机构的逻辑非常简单，资金可以慢一点，但绝对不能丢。当然，索罗纳也有自己的路线，他希望先通过更好的用户体验吸引更多的用户，再凭借规模效应逐步提升安全性。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哲学，以太坊先安全再扩张，追求的是可靠，索罗纳我先扩张再加强安全，追求的是速度与体验。好的，前面我们比了五个回合，但如果把视角给它拉远，你就会发现未来的关键战场可能根本不是 ETH vs SOL 了，而是两种全新的技术路线之争。路线一，以太坊的联邦制模式。想象一下美国的政治体系，联邦政府就像以太坊的主网，负责安全和最终的仲裁，州政府就像各个 Layer 2处理日常事务，提供不同特色的服务。具体怎么分工呢？ Arbitrum 专注 DeFi， Polygon 主攻游戏和 NFT， Optimism 发展治理和新的模式， Base 面向消费级的应用。这种模式的好处是
主链最安全，二层可以专业化，出问题只影响到局部，扩展性也几乎没有上限。成果呢也已经显现了， Layer 2总的 TVL 超过了100亿美元，手续费下降 90% 以上，用户体验大幅的提升。路线二是 Solana 的地质模式，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，皇帝就是 Solana 主网，统一管理，高效执行，部门呢就是 SVM 的生态，并行处理，协调配合。它的核心绝招就是并行处理，传统的区块链比如说以太网的 Layer 1的 EVM， 它就像单核的 CPU， 所有的交易必须一个一个排队执行，安全但容易堵车。 Solana 的 SVM 像多核的 CPU， 可以同时处理多笔互不相关的交易，靠 C-level 运行实现真正的并行。优势是用户体验最好，无需复杂的跨链，开发门槛低，性能上限更高，挑战呢也很明显，单点的故障风险更大，去中心化程度备受争议，扩展瓶颈早晚会出现。在区块链的世界里边，以太坊的 Layer 2联邦正在证明安全加上效率是可以兼得的， Solana 的 SVM 则在挑战单链的性能极限。比了这么多，很多人都会问，那到底谁会赢？答案可能有点出乎意料，这根本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。所谓零和，就是一方赢多少，另一方就得输多少。想想现实的世界当中， iOS 和安卓都活得很好，奔驰和宝马也都各有各的市场，区块链的世界也是这个样子。以太坊更适合机构级应用，大额的 DeFi 基础设施， Solana 呢更适合消费级的应用，游戏娱乐，创新的实验，他们服务的其实是不同的用户群体。保守的机构投资者选择以太坊，激进的散户玩家更爱 Solana， DeFi 的老手信任以太坊，链游新人偏爱 Solana。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在互相学习，以太坊呢用 Layer 2来提升性能， Solana 呢加强去中心化和稳定性，两个生态都在往同一个方向进化，安全再加上高效。所以真正的问题可能不是谁会赢，而是怎样让整个区块链行业变得更好。好了，今天呢我们比较了以太坊和 Solana， 最后呢做一个复盘。第一，治理制度，以太坊像全民公投慢但抗打击能力强， Solana 呢像精英议会快但更集中。第二呢是性能速度，以太坊主网每秒只能处理15笔，像国道稳但容易堵， Solana 呢每秒处理几千，理论上上万，像高速公路飞快。第三是稳定性，以太坊运行十年零宕机，像诺基亚永远开机， Solana 多次宕机最长17个小时，像 F1 的赛车快但要经常进维修站。第四是生态格局，以太坊像安卓的帝国，开放，开发者多， DeFi NFT 都起源于此， Solana 更像苹果的王国，体验最佳， NFT 游戏还有命币特别活跃。第五是经济安全，以太坊质押规模巨大，攻击成本是天文数字，像一个国家的金库， Solana 质押比较少，成本会低一些，更像高级的保险箱。所以真正的较量可能不是以太坊对 Solana， 而是以太坊的 Layer 2联邦制对 Solana 的 SVM 地质。但别忘了这不是零和游戏，就 iOS 和安卓都能成功，宝马和奔驰也都有各自的市场，以太坊和 Solana 同样会在不同的领域找到自己的位置。最后留一个问题给到你，你更看好哪一条路线？ A 以太坊的 Layer 2联邦制， B Solana 的 SVM 地质。欢迎在评论区里面投票，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有价值，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密星球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，吃瓜群众自制社，入口就在频道的主页。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